下他，他说这个起初必须专一，就是一个原则，就是你要专心，那么心要专一，不管你修什么方便，你要观呼吸、观不见、观地水火风、观空、观佛像都一样，那个静就要专一，一开始就多你就观不来，它有几个修定的原则，所以切勿念此念彼，或急求明显。第一个就是你的方法越简单越好，越单纯越好，专注，因为是训练心嘛，是训练心，什么方法都可以，那就是训练心。那么第二个就是你那个心态不可以太急啊。那佛陀曾经为二十亿而讲中道，中道里面有一个就是，其实就是正确的心态啊。那么不急不缓，太急了，因为你太急了，那个心急的也是心，缓的也是心啊。那么急跟缓都没有办法成就啊，叫不急不缓，不急不徐啊，像呼吸也一样。不急不缓，太急了，你越赶，欲速则不达，反而不能成就。你越想成就，越不能成就。你说那我多修一点，那么这个也修，那个也修，那反而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缓，就要修不修的那也不行，所以那个心保持安住在一个境上，而且不要急躁，不是一直精进就可以啊，不是真正的精进是安定相，不是急躁相，所以他这里说，第一个不要念此念彼，静要专一，不要现在念这个，要是念那个，那么或急求明显，要赶快成就，那反而不能成就，急求细微，要一下子就要把它关到很细微，那也不行。那就是你一开始大概就好，一开始大概就好，那也不要那很准没关系，那也不要很多，就单一，那所以如果你这样急，或是不专注，那么反而会成为定障，定障就是修定的障碍，就是你就成不了定了，所以又如佛像。是意识现起的影像，所谓意识现，就跟我们讲就是你的这个心去观它的，它在你的意识显现的，那么就是你的意识所安立的影像，那么随心力而成，所以这个波罗三昧经才会说，我见到佛像是其实是由心眼显现的。所以必须是因果相应，就是你念什么，你要现起什么，这个时候因果相应。所以你看那个观无量寿经就会说，要我这样说你就这样观，这样观就这样成，不要我这样说那你另外观那就不行。那么他这样讲是有原因的，你要这样观就这样，你现出来的相就是这样。比如说他叫你落日观，你说那我时间没有办法观落日。我要观日出，那不行。日出因为越来越强，日出会越来越强。那日落没有观到越来越强，会伤害眼睛。那也不一样。落日就是那个光比较柔和。那你取向印象，那落日观之后，那你心专注了。那么你观这个相，他叫你这样观，你就这样观。那你不要就是又另外自己觉得要加上什么减上什么，不需要，那基本上是还有这样观，他告诉你，你就会显现出什么。那你另外观呢，它就不一样了。那你没有这个方法，就是他叫你放谈多少演多少，那你就这样。那你接着你觉得你多放嘛，那未来出来的味道就肯定不一样，意思是一样。所以它是因果相应，因是什么？因就是那个心，果是什么？就是显现出的那个境。你这样想，那么
显现出就是这样的效果。如果你念阿弥陀佛，显现来的是观音菩萨，那肯定不对。你心想的是观世音菩萨，结果出来的是大势至菩萨，那也肯定不对。你心想的是这个祇隆的观音，结果出现的是抱着孩子的观音，那也不对。就是说，他那个心所想的跟所现的相要一样，这个叫做因果相应。好，所以他讲，那么缘阿弥陀佛而现释迦佛，那当然不对，因为你心没有想这个嘛。那么缘佛像而菩萨像，缘这个菩萨而那个菩萨，你想的是缘，就是心所缘的，心所想的。心所缘的境就是心，你这意识心在想的那个境，那个相是站着的，结果来的是坐着的，那当然就不对了。那这个要注意。所以修的与现起的不一致，都是不相应，都是不相应。还有，就算你修的跟你来的相是一样的，可是来的时候。来的时候，你的心是不安定的，是急躁的，然后是你这个心是非常感动的，然后或是心非常害怕的，心非常疑惑的，那个都不对，那个都不对，因为真正的定它有安定，定就是安定，心安定。那你以为你这样想，阿弥陀佛来了，你非常的高兴、感动、震动。或非常的害怕，是不是真的？有疑惑，是不是真的？或是那个光很强烈，强到你有点睁不开眼，刺激，那个都不对，那个都是不安定相。如果真正的佛光，它是柔和的、安定的，那一定让，而且你师兄定，你观现在的相，那一定是安定相。如果有不安，如果有心，因为定就是心定，心安定嘛。但是你害怕过度的喜悦，就是这个雀跃，然后疑惑，这个是不是真的？那个心就不一样了，不安定了，不专注了，疑惑，不安，反正就是这些，它都是心不安定相，都跟定相不相应，都不是。这个时候那么你害怕啦、怀疑啦那么非常的高兴啦还是非常害怕啦，那么这些都要注意，那个不是定向。所以还有就是你所想的跟你所现的要一致，就算是一致，那个心要有安定向。这个是要注意的，因为我们有些人用功起来都会有一些境界，那这些境界我们稍微要知道要善加分别。所以他这里讲善事一方面就是让你要稍微注意一下要不然很可能就会越走越偏你见到鬼还是见到火所以他这里讲切不可跟着现起的镜像而住，还有就是不管它现怎么像，你一样用你的方法，你所缘的那么你所缘的方法去修，就算你观呼吸，举个例来讲，你观呼吸见到光了，那你只知道你见到光，你还是专注在你的呼吸上，你见到你观这个佛像。这个佛来了，你还是专注在你的观心，还是观这个佛像上那当然那或者说跟你讲到，那你观到佛很明显的时候，这个时候要转成慧，就是在做观，那个是指那观就是你要去思维，佛也不来，我也不去，我见到我，唯心所现，那心是什么？在做这样的观。好，那一开始修定修止的时候就安置在那个纸上，就是心安住在那个境上。就算佛来了，你也是知道而已，你还是观这个佛像，让它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
只是这样而已。好，那这个是念佛，所以这个像这个观无量寿经里面，他就常常每一关里面，他就跟你讲，做事观者那么视为正观；若他观者，视为邪观。基本上就是说，你要照这个方法，就这样想，就这样现。那《楞严经》里面说到说，假设有境界陷阱，你不要随着境界去。他叫做不做圣心是上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行。你想想。那么这个是稍微要注意的，因为讲到观，观有境界陷阱，你说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啊，基本上是这样，它就是观佛的，另外还有一本叫做《观佛三昧海经》，那这个我们比较没有在读，因为《观无量寿经》是净土三经里面比较被弘扬，然后还有《般若三昧经》啊，这个也比较没有特别的。观无量寿佛经，它叫做十六观经。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他在讲到十六观的时候，十六观里面从落日观到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他后面都会有证据，做事观者，就是叫你要照他的方法次第去做。他这样讲，你就这样想，你不要自己想啊，不要做事观者，视为正观，正确的就是要这样做。那有时候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说要依师就是这样，这老师这样教，你就这样修，这样学那你不要自己加一个什么，减一个什么啊？有时候你觉得没什么关系，但其实有关系。做事观者，视为正观。若他观者，那这里有讲到，你这样观就这样现，那你这样观不这样现，你这样想不是这样想，因为想就有个想，想是心想，然后会现象，这个境会现这个相，这个所想的跟所现的相要一致，那心要保持在安定，保持安定。如果这两个状况不见了，想的跟现的不一样，那心没有保持在安定，那肯定是错的，要注意。然后若他观者，那这里讲的是他这样教你就这样修，那你不要自己想，比如叫你观落日，你就要去观日出，那会有过患。是你习惯，灵魂习惯。楞严经里面另外有一句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楞严经，这是十六观经观无量寿经。楞严经里面讲到，因为他修二十五种三昧，二十五圆通，修定，那定有一些定境，会现出这些境，那这些境你要善加分别，那他都有一句因为他会有一些身心的异常现象，看到肚子里面的蛔虫啊，听到什么啊，看到里面的细胞啦、看到光啊，种种的这些，那么这些境你用的是方法，但是。你正在用这些方法的时候，心专注的时候，它陷入这些境。那你要这么想，也很有道理。他说：“不做圣心，不做圣心，你不要以为你得了什么殊胜的功德，然后心雀跃了，然后粘着住了，随着境界走了。因为你欢喜起来，就说哇，我开始有境界了，修行好了，你随着境界走，随着他境界走。我看到佛了，佛带我去了，要找我去了，我就跟他去了，不是这样子。”不做圣心，是上境界。你不把它当做，你不会因为进这个修这个定而有这种特殊的境界现起，而心显得不平静，就非常的错，就很激动，那这个是不对的。
定不会激动的，不做顺心，明胜，明善，事善境界，这也很好。如果就是你在修止观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现象现前，但是你不会受这些特殊现象所影响，身心的异常现象受影响，所以你如果受影响，那个就是定障干扰，叫做魔嘛，所以叫五十因魔嘛，五十因就是五蕴啊，五蕴身心各有十种状态啊，就现起。那么你本来要修定，结果因为修定现起这个境界，那么你受它影响，心不安住了，心不安定了啊，那么这个就不是好。但是你不动，那这个就是好。所以他说，不做圣心是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其解，就是所以讲的定障。若做圣解，你不要以为你就成就了什么了不起啊，怎样的话就心里就不一样了，然后就随着他走了。若做圣解，就不要以为已经开悟了，就已经开悟了，就得到什么了，即受其解。也就是讲五十因魔，这个也很好。那么这个是要把握一些观念，因为即使是念佛用功起来也是有境界，持咒也会，就算诵经也会，你专注就会，你专注就会。孔子孟子都有了，都有握我的境界都有。那么有些会看到莲花，身自己坐在莲花上。那身体像一般一般的莲花，然后这莲花装就放光，反正就很多了一大堆，那你不要随着境界转，你还是要回到你的方法来，那这个很重要。好，所以不可跟现起的镜像而住，应该能依起初修习的所缘相而摄心。好，那这个是念佛，再接下来说所习。念习属随止，非风非喘气。那在《生生构法》里面也有讲属习，但没有讲这么细。这里讲到六妙门，属随止观环境。好，我们先来看几个概念就是念习属随止，非风非喘气。以念习为方便而修止，以这个念习，习就是出习跟入习，就是呼吸啊。那南传一般就是讲观呼吸啊，那即就是念习，或叫持习啊，或叫安那波那啊。好，他说也是容易得力的法。那一呼一吸叫做一习，习就是气息，气出气入，气出就是呼气跟吸气。那这个中国的道家也这样修那么有时他们叫做炼丹，就是炼这个丹点的是气灌入这里后来就变成炉火炼丹那种那其实不是。这个丹是内丹那我们来看，他说习是依缘身心而转，就是我们的身心有一个气息在转，这个是地水火风的风，地水火风的风就是气息那么一个人只要没有了气息，那个人就是死掉了，没有呼吸呢，他没有呼吸状态，他就死掉了。一种是没有心跳的状态，那也是死掉了；没有意识的状态，那这个人死掉，他就不会呼吸了。常常讲一吸不来，呼出去他吸不进来，这个人就死掉了。所以他讲，他说习是依缘，就是缘这个身心而修的，而转的，对于身心的触动不安定有密切关系。就是
你如果心比较躁动，那个气息就比较什么，比较短促。心比较没那么躁动，那气息就比较缓，比较长。气是这样子，所以你跑的时候，你跑到很激烈的时候，就很喘，就会喘。喘就是气息不断的进出，很加剧，一样是这样。那跟心跳也一样，你很激动的时候，心跳得很快。这个跟因为心跳得快，因为心是一个输送血液的地方，那么血液中基本上要含着氧，所以它心息相关的，心脏跟气息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身心的出动跟安定有密切关系，所以很多都是从气息，像道家也是一样。修大周天、小周天，修土纳，他们叫做土纳，土跟纳其实就是呼跟吸啊，他叫做土纳，他其实就是呼跟吸，印度话叫做安纳波纳，这个叫出息入息，出息入息，息就是气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彼此不一样的。不过安娜是入息，你看，呼，如果是安娜不安的话，息是安娜，息是入息，呼是波纳出息。息是入息，这个波纳是出息，那我们习惯讲安纳波纳是入息出息。那如果是呼吸的话，是先讲呼跟吸。那他说，安定身心的定穴对修息极为重视。大部分都是这样，道家的也一样，都是重这个呼吸，调这个呼吸，一般是调身调息，然后呢调心，息跟心是比较关心的，那么身息心基本上是这样，调身调息调心，那前面当然就调饮食啊，调什么？调身，调息。调息是为了调息，因为息气息跟身心很大的关系。修炼基本上都要先注重这个。好，他说修息的有六门，属水、子、官、管、进。那这个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隋朝的智者大师，他有一本专门教修止观的，他有好几本修学止观、坐禅百要，然后还有这个摩诃止观，那么比较简单入门的叫做六妙门。那他这个六妙门也不是他发明的，他是从这个阿毗昙毗婆沙里面出来的，阿毗昙毗婆沙。他是依这个修的，智者大师是隋朝的人，那个时候瑜伽师地略还没翻出来，将修定的这整个比较详细的就是瑜伽师地略，瑜伽师地略是玄奘大师翻的，他是玄奘是在唐朝，智者大师是隋朝，那么隋朝智者大师算是比较强调修止观的，叫做止观双运。那么比较强调的，那有一些智者大师以前有一些专门重知识的，有一些专门重修行的，那智者大师算是把这些综合起来的，那么就是有解有行啊，止观这一份特别强调的，那有一些重止观的就
不种经论，有些种经论就不种止观。那智者大师算是把这两个结合起来。那他在水场啊，所以他算是特别强调止观的一个啊。那他有一本叫做《六妙明》。那属水止观环境，这个是阿比达姆，他是从这个阿比达姆。阿毗昙毗婆沙，阿毗昙毗婆沙就是什么？阿毗昙，毗婆沙，里面就谈教，讲到这些六妙。那在《阿含经》里面比较少看到所谓的。有这个名相，就是属习止观环境这样的概念比较没有。那部派里面，他当然在观呼吸这一部分，他越研究越细，越研究越细。所以单单观呼吸就好几种，在《一切十地》里面讲就好非常多种啊，呼啊出观观出息观入息，出入息算一，还是出息算一入息算一，还是在出息跟入息的中间算一啊，反正就非常多种。已经非常多种，那我们现在简单的就是出息跟入息啊，就是或是说你不要算啊，没有数，不用数。那佛陀时代好像也没有特别谈到要数息，它就是随息，就是观，呼吸长至呼吸长，呼吸短至呼吸短。在阿含经里面比较常见的是这样，就是你观，你知道呼吸是长，呼吸是短，呼吸出，呼吸入。你先知道这样，你并不用去数，比较没有讲到要数。那当然，后来就慢慢发展，就越研究越细，那种各式各样的啊，就非常多了。到一切世界论，单单观呼吸已经是跟佛陀时代讲的观呼吸已经不一样啊，就慢慢就有所谓的属水、止观环境啊，这些有属性。那怎么数啊？还有很多种数法啊，还有多种数法。啊，那要数多久？啊，数一到十，啊，一到八，或是从一开始数，还是从十开始数？啊，又有不同，这有很多种不同了 那有些是从一开始数，啊，有些从十数到一，因为怕你一数到十，十一、十二一起数下去了，有些就这样，所以你就从十数到一，一前面就没得数了嘛。但也是从一数到十，或是一数到七、数到八，反正就是原则就是。不要低于七，不要多于十，因为数多了就散乱，数少了不能专注。那你可以，也可以不用数，可以不用数。那么我们看佛陀教的安那波那，基本上比较没有，它就是知习长，知习短，只是这样而已啊，所以就比较没有数的这个。那我们说后来数又分很多种啊，怎么数啊？出入算一个，或是出一个。数出就不数入，数入就不数出，或是在出跟入的中间啊，有一个我们出息跟入息还有一个中间嘛，就出息还没入息的时候，那个时候，或是你就关这个出息入息关在这个中间这个点，它那个触觉上，那反正就很多种了，已经发展到非常多种，到瑜伽师地论的时候啊，已经是。这个在印度的部派就有啊，从阿毗昙里面出来的。我们来看，这个叫属水止啊，那么观环境啊，那么一般来讲啊，观环境是转啊，就是它叫做，其实它是跟属水止的作用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看它后面如果没有讲，我们再来讲，先讲属水止，第一个。他说：“后三者观环境是一止起观，啊，就叫做止观了啊。那他讲第一个属习，以习为所缘，啊，吸入时以心引习而下达于其效，啊，这个应该是从，比如说从部派里面的一个说法啊。那你开始你吸入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是气。”吸到，
几下，就是丹田。其实道家也是这么修，我以前也修过，也修过大周天、小周天，啊，修到有一些境界。啊，那如果是佛教的话，它基本上它不这样玩。啊，佛陀教的话，它并不是告诉你这个气息，啊，你要专注在丹田这里面，啊，你习进入知道进入。啊，有些就只是单纯就是知道习出习入的。那，啊，当然也有啊，但佛法后来就是观中心就有很多种啊，想的比较详细的，啊，这个就是可能是阿毗昙里面的啊，所以他说一心引习而下达于其下，啊，就大家讲的丹田吐纳，呼出时心又随喜而上，且自皮中呼出，这样的一呼一吸，一呼一吸为一吸。就是说你吸进去，你那个气就吸吸吸，啊，然后吸吸吸吸吸，然后越来越缓，越来越多。那还有一种藏传的，还有一种叫做保平气，它是吸吸吸吸到就顶住，忍住，吸到饱，吸到饱不吸停住，再慢慢用嘴巴呼出去。那又是一种，反正就后来光光单单怎么修这个呼吸就非常多种。就变化很多。那我们说回到最初，佛陀就是很单纯，以这个为所缘，以这个为所缘，然后你观呼吸，让心专注而已，只是这样。啊，后来到密教，他就开始有气脉明点的修法了。啊，那又不一样了。啊，那气脉中轮到中轮到什么轮到什么轮，其实那个都原来的佛陀不是没有这样讲。啊，没有什么气脉明点的这种东西。啊，那道家也有。啊，道家有丹田的气脉，这些还也有。好，那所以他这里讲，属入喜的不再属出喜，属出喜的就不再属入喜，因为属这样属会乱，那你属出喜就不属入喜，属入喜就不属出喜。那有一些是你出入喜就属入，也有这样。但是我们看，就是其实你也可以不用属，就是随喜啊，你不用属。你也不用什么，就是只是知道喜出喜入，啊，你也不要去控制，因为你数到最后会去控制，或是随到最后你会去控制，不要控制，你就只是单纯的看着喜出喜入，单纯只是这样，啊，那你有些人就慢慢要练，就变成会控制呼吸，那控制那个心就不对了，啊，好，所以一喜一喜的默数下去。到死为止，一般是七到十的，你可以数到七也可以，数到十八也可以，九也可以，十也可以。那十是一个整数的，那不要再超过了。你说我数九一点，人家叫你，所以说要发一方法。人家叫你数到十啊，你就觉得我有能力数到一百啊，那反而障碍。你说那我可以数到二十啊，我不用数到十，我直接数到二十，我更专注。数到二十不会更专注。因为你要念嘛，十一、十二、十三，你更不专注，你更不专注，啊，所以一般就是说这样教是，他是有经验，他告诉你这样，你不要自己加上去啊，像我们刚才讲，啊，要就这样教你这样观，你就这样观，教你这样数就这样数，你不要自己又加啊，我数到十二不行吗？我数到二十不行吗？我有能力数到一百，不是更专注吗？如果数到十可以让我得定。那么我数到一百不是更快吗？没有，更慢，不能得定啊！所以这种观念要知道。那么再从一数起啊，那数到十再从一数。那我们说过啊，在《瑜伽师里面，他讲到，那你也可以从十开始数，数到一啊，也可以从十开始数，数到一啊，那也可以数。入喜跟出喜中间，啊，那个才数停的那个才数，啊，也可以，啊，反正就是它就是一个方法而已，啊，就是一个方便而已，啊，重点不在喜出跟喜入，就好像过午不食，重点不是几点吃，重点是让你不起贪，啊，是让你不要起贪，啊，然后还要让众生不积险，啊，其实是这样，所以他这里讲那么属习如念佛的捏念珠一样掐念珠，啊，一样，后来又变成有念珠了。以前没有，以前就是，啊，有些
念佛就是这样念啊。印光大师的基本上就是类似像数行，他就是三三四，也是十个，以十个为主，你不要数太多了。三三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三，然后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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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四念。那你可以三想的时候想三个想这边啊，然后三个想这边，四个想这边，或者三个想这边，三个想这边，然后四个心在这边啊，那也可以，反正就是看你怎么变化，只是让心专注而已啊。那后来有人就发明念珠。就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一个，念一个，念一个，啊，就27颗的，然后108颗就念，专注，专注在念珠上，啊，那也是一个方法而已啊，啊，慢慢慢慢就大家已经忘记这个方法啊，有些人，啊，有些人就念珠，然后有一个母珠，啊，然后念念说，那你那个母珠不可以念到，要跳过去，要不然就会怎样会怎样，啊，那个都是不懂方法的。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方法。那很多人就不知道，就变成啊，就念佛，那个佛力就加在那个念珠上，那个念珠就保护你啊。然后你那个念珠要跳过去，没有跳过去啊，你就会怎样会怎样。反正都是后来都有人传的来乱说，说到已经忘记那个方法了。所以啊，他说如念佛的念念珠一样，是心在洗，你的心在。这个气体上跟你的心在这个念珠上，它都是让你的心专注虔诚，其实是这样的，那么所缘，就是气息，这个呼吸是你的所缘，心所缘的啦，心专注的对象都是所缘的，上面转就是你的心放在这上面，不是你的心在上面转，不是，比如说他的意思是说，你念一的时候，念二的时候，念三的时候，念气息一数一数二数三，这些都转了，啊，其实就是你心放在这上面，啊，其实是这样，所以不至于忘失，啊，就是要让你正念先训练你的心有正念，啊，基本上就是这样，那观就是有正知了，啊，好，那么如初学的，如中间忘记的，那就从一数起。念佛也是这样，比如说你108块有念珠，你念的时候要专心。如果念到第100颗起妄想了，那要重新来，再从第一个开始念。念到整串都没有妄想啊，那开始功夫就稍微有一点点。啊，那你如果108颗没办法，你就27颗的先念啊，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那念到中间一半，哎，想到，哎，我念到哪里了？那这个就是妄想，要从头开始。哎，我今天我师父有没有教啊？我要从头开始，就这样。啊，那么就是你要很专注，就是心念你的心专注了，叫做一心不乱了。啊，先要这样。啊，所以一样熟悉也一样，就念佛也一样，啊，一模一样。所以就从一熟起，做到一习一习的不加功力。意念分明，啊，这个就是若一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啊，一样的道理。第二个，这个是数，啊，那再来就是水，啊，那么我们说过，这个水洗基本上就是《阿含经》里面比较常说的，就是它呼吸观呼吸。入习长之入习长，入习短之入习短，出习长之出习长，基本上是这样。入习，它分两个，一个是入习，一个是出习。那么入习有短有长有急有缓，那么基本上是先知道入习短，不是短就是长，入习短之入习短。如果是禅，也知道禅是入习禅。那么初习呢？一样，初习短是初习短，一开始是这样的，啊，不用数，这是，这是初习。啊，那如果你没办法，这样没办法，你就数，啊，因为有一个可以数的，你就比较会专注。
这是初习观。你单单水洗，你可能水不来，那你就数，基本上是这样。然后禅，这是初习禅。《安经》里面的是讲安那波那，那安那就是入习，波那就是初习嘛，就安那波那，安那波那。这里讲到再来讲随喜，就是说久久心静，就是你数习数了心静了，不会再忘失，就不必再数。那你如果一开始你就可以不数，你就心随喜就可以，那你就直接随喜也可以。只要心随喜，心喜相依，随喜而上下，觉喜遍身。那么这个觉喜遍身，就是你数啊数啊，呼吸细细到你开始，一开始吸呼吸是随着鼻孔，鼻孔出入的嘛，出息入息是在鼻孔，后来慢慢你就会觉得出息入息是全身的毛孔，全身的毛孔。那如果医学实践里面讲，它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有些从肚脐这边，好像那边有出入息，那就是全身。一般来说，就是你会觉得你的气息不再从鼻孔出入，而是从什么？从毛细孔你就觉得是毛细孔在呼吸，确实是这样这个我也有经验那么就是这个觉身觉喜遍身但是也有不同的解释方法。那这样，他说连计数的散乱也离去所以其实计数你还是要算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其实心也不专注，但是还没得专注心，这个先让你专注，这范围渐渐缩小其实这样，那最后你只有初习跟入习，出长跟短，长跟短而已。这个就更专注了到最后也没有长跟短也没有粗跟路那慢慢慢慢就这样那第三个止息，久久休息渐成心与息如行影都不离就没有长跟短这件事了那么若心息不动，身心泯然入定，就是休止成就这个时候就你也会觉得修到觉得身心不存在了，就没有身心了，没有身心的感觉真的会这样就本来有鼻孔气息后来觉得这整个身在整个毛细孔在呼吸，后来觉得还那个时候还有身因为身毛细孔在呼吸，后来慢慢就连身真的没有了你只有那个觉知状态，后来会这样所以他这里讲凡休息的修这个安那波那的习初习入习的，以细禅为妙因为你如果不细禅的话，你就是喘了它有几种过失就是你喘是一种喘就是你的比较气息比较粗了，然后心比较乱，才不容易他后面会讲。他说初学，但是你不要去控制它，要让它很细很长不需要，你不要控制它，你只是很安定的观察它就好它习有三种过患，叫做风、喘、气有这三种那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那妄想多的时候就有这个风的病，昏沉多的时候他可能有喘然后这个无聊的时候他可能有气那么反正就是有这一些你在观呼吸的时候有一些过患那他这里讲到就是讲喘那我们看他说初学不可以勉强，不要去控制呼吸，以免伤气。
那么又息又息须均匀，就均匀，就是你不要就是不均匀，就是忽长忽短这样的，那一下子很长，一下子很短，就是它保持自然，就渐渐这样。佛法的持习本意在摄心入定，重点在这个心，摄心只是这样而已，所以不可在身体上着想，就是变成炼丹了，像那个法轮功也是一样，就变成炼身体，然后密教的后来就变成有所谓的七脉灵典，就是变成要得金刚不坏啦，或是要什么这个身体要怎么样变成变坏了，其实不是在这里，它重点是那个心要有定，那定是为了要有慧，慧是为了要断烦恼得解脱，一定要把这个目标先弄清楚，不然你就会偏掉，你会偏掉。那稍稍一休息久了，如少腹充满发热，就是腹部这边我们叫丹田，那么开始充满发热，或吸气时直达指根指端，足根指端，或觉几下气息下。由为理而言，脊髓上升，就是比如说你坐着的时候，那么你感到有时候常常会这样，你坐要坐直了，调身，那你会感到这里有一个气，从这个脊椎这边、尾椎这边、尾椎这边，然后一直上，然后一直往上去，然后有时候会做循环，那么这个如果假设了它，因为它气息在动的时候，它身心会有变化。所以他讲这个，若气过时，幻觉有光色音声，有幻听幻影，那么这一些都是气息通畅、生理上的自然现象，你不要怕，那也不要执着，也不要贪婪，也不要以为你得了多大的功夫，不要这样想，切勿惊奇。夸炫，惊奇就惊就是怕，奇就是奇怪疑惑，然后夸炫就是贪爱啊，我有功夫了啊，怎样就持取上，就爱上这个境界了，那都对不对？我们就说你这个心这个时候是不安定的，你不安，你害怕，你执取贪爱，你很冲动，很感动，这个都不对，这个心都不安定了，没有安定下，这不应该。那么，所以你如果有这种惊奇夸炫，就会落入气功及丹道的外道窠臼，就变成炼身了，或是变成跟鬼神相应了，就会这样。又修习微密云场为准，所以非风向就是这里讲的风喘气，好，所以非风向。那么习出入时如风的鼓荡一样，出入有声，那是太出而要不得，就有风声了。所以有些人你看他呼吸很粗，为什么？呼吸的声音很大，那个就是风向。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表示你还没有进入状况那太出就是有风向，气息太粗了。就这样，好像人家拉那个风向一样，也非喘向。那么虽然出入无声，但不通音，就没有那么顺了，没有那么声音大，但是也不顺，那个就是喘。那如刀刮足一样，一顿一顿的有形可见，这样也不对。也非气象就是我们叫的风喘气，有三个过患。你如果修不对的话，那你要自己要稍加辨别，知道你现在是风向、是喘向、是气向，那你要稍微把它调回来，叫做调息，叫做调息。那调身就是要做好，做正不要弯左边，不要弯右边，不要弯前面，不要弯后面，因为你如果没有做正，不容易。但是你要观呼吸，也不一定是坐着观，但是坐着比较容易。修定不一定是坐着，站着也可以修。走路也可以修但是就是坐着比较容易
只是这样。那么，所以也非气象，虽然通利了，但口鼻仍有气入的感觉，所以这个就是由出到息，渐渐的，离子、风、喘、气三项，就是那个是很微细的。那你知道息，但是你没有说很明显的息出息入，那个叫做气象，那所以。唯命云长，古人形容为悠悠扬扬，若楚若往，那么这样才开始要进入修定，先要修这个前方便，其实是这样才合于习相的标准，那这个习调好了还要调心，心就是两种过患，就是昏沉跟调举，其实是这样。好，那这个时间到，我们再来讲怎么做调心。大家回答一下，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